好，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加入科学广场。先跟大家介绍，我是加入科学广场的这个计划主持人，我任教于中央大学物理系，谢谢，我很荣幸哈。我任教于中央大学物理系，我叫朱庆琦。好，那我们可以有这个计划，特别要感谢国科会，感谢中央大学给我们经费补助，所以我们从2008年一路办到现在，那中间是几乎完全，即便没有经费的状况，我们还是想办法把它撑下去。所以今天我们邀请来的这个周建和周老师、周教授呢，他是从我们2008年假日科学广场这个活动，开始进行首播哦，他就一路以来就陪着我们。我想请教一下，在座有上过周老师课的举手。对，今天周老师自己上过这个，所以之前来过，对对，周老师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私交当然也非常好。那周老师现在是任教，他今天从高雄来哦，他在高雄师范大学任教，然后也是物理系，所以今天从很远的地方来。那过去呢，每一年周老师带给我们的节目都很精彩，然后报名常都是爆满的状态。那今天各位可以在这里，其实是非常幸运。不过对于那些没有办法抽中可以进到这个现场的朋友们，您若在线上，就是要特别跟您抱歉，或者至少做了这个线上直播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可以在家里呢，稍微感染一下我们这个现场的气氛。可是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在家里看就只能看，然后吃不到玩不到，这样子就觉得好可惜哦。没有关系，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今年暑假办了一个假日科学广场放暑假，这个活动就是会把整个学期里头非常精彩的实验，然后我们把它的精神、它的材料什么都把它复制好，全部弄串本本，变成一个材料包，然后就让各位随时都可以来，随时都可以玩，不用报名，不用抽签，然后也不用付费。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跟起那个逛夜市一样，有没有？你就走到哪一摊你就吃到哪一摊，走到哪一摊玩到哪一摊。所以请一定要密切注意我们的活动讯息，好吗？那周老师今天带来的题目还是要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操作中探索生活物理。生活物理其实国内有非常多的老师做，那我们周老师做的很特别，是他是在国内有一个很有名的活动叫做街头物理，这个活动的创办人。街头物理是大家都知道物理很难，对不对？所以正常人，就如果你是正常人，你绝对不会主动的想要去亲近物理。那怎么办呢？你们不来找我们，那怎么办？好，我们去找你们。所以那个周老师就开创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直接把物理带到街头、带到社区、带到百货公司、带到不同的地方、带到公园跟大家分享。所以这个活动非常的有名，所以这个是街头物理这个活动的缘由。另外也跟大家介绍，我们周老师他自己的实验室叫做 ADEPT。那原来这个名字是有道理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周老师的网站哈。那也是因为这个 adapt 很难念，念到最后周老师就变成阿达博士，因为小朋友念这个 ADEPT adapt 啊，这样这样这样，就阿达就变成周老师就变成阿达博士。不过这个就是我跟周老师分享，就是这样都还蛮开心的，因为很亲切嘛，阿达博士。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认识阿达博士哦。好，那阿达博士今天要带给我们的这个操作中，为什么会有操作？顾名思义就知道今天会有很多动手做，对。它是用什么东西做？看一下，叫增高创意实验饱和。所以各位都会拿到一个实验组。那这个实验组呢，为什么叫做增高？这里好像有一点点线索哦。我们看到很多，那今天要做的实验到底跟这些针筒有什么关系？然后大家已经看到桌上那一字排开来，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针筒。一个小小针筒到底可以玩一些什么样的科学实验？想想知道，好，对不对？那要做什么？现在要怎么样？来欢迎我阿达博士啊！好，我们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讲者阿达博士上台。大家好啊，大家午安。谢谢朱老师让我来啊！你们很幸运哈，朱老师说，朱教授说的哈，
那我更幸运哈，我能够来，我等了两三年才等到这个机会。我更幸运哈，因为这个场地很棒，然后我们中壢附近应该大概也有抽最从台北来，我们的这些大朋友小朋友哈最棒，所以我很喜欢来啊，非常喜欢来。我一路上跟他讲说我们南部来的，用的东西都很简单，然后这边用的杯子就不一样哈。好，大概是这样啊。那这个是客套话，这真的是这边的实验的水准啊，干活动的水准啊，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所以能够来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啊。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呢？如果我们小朋友耐心一点听我讲一讲，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操作啊，等一下就会操作。那我们操作品质又很高哦，因为旁边有好多大哥哥大姐姐会在旁边帮你忙啊。那除了爸爸妈妈以外啊，所以今天是因为应该是一个放松心情，然后很愉快的下午啊。你会嫌时间很短啊？你会嫌时间很短啊？好，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哦，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是操作啊，然后操作的时候，如果有问题或是眼里有问题，那大哥大姐姐会帮你忙。那大哥大姐姐不要紧张哦，因为如果我们把高雄这个阿卡实验室和我们中央大学科学中教育中心的示范实验室比较哈，这里是唱京戏的，然后我们那个高雄哦是演布袋戏、唱歌仔戏的啊，所以那是野台戏的哈，所以大哥大姐姐主要是插嘴。现在新戏好像没什么人看嘞。哦，歌仔戏都有人。对啊，我都比较想看，还有霹雳布袋戏。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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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哈。好我们就这样开始哈。开始的时候我就按照投影片讲哈，不能因为年纪大了，所以常常会忘掉哈。那个有空，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做的事情，或者我们实验室。我们是一个实验室，是一组人啊，一组兴趣志同道合的人。那真的开始的时间很早很早啊。好，今天的增高创意实验就是那个街头物理里面的精华。这个精华最近还摆到东欧去，等一下会给大家看啊。那一样跟朱教授一样，这个研发因为有国科会的经费上的赞助，所以才给我很大的力量哈。那把那个这样的东西把它组合起来啊，这个组合包括什么？包括针筒，你们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的元件，然后包括针筒以外，水族馆的东西，水族馆跟针筒有什么不一样？水族馆在送水。然后针筒里面，医疗的针筒在送什么？送药啊，都是液体啊。那还有工业上也有很多需要用到同样的东西啊。然后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就可以变成了解我们生活上很多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啊。那这类的东西，这样一组东西，申请了很多专利，然后也那个为了要让它增加效果，也技术转移，然后有厂商出产啊。那你们今天每一位参加的人都会有，等一下操作的时候都有一份实验材料。那个实验材料是这个针筒的组合里面的一部分啊，叫吊小包啊，大概是这样。那我们就一边看一边做啊。好，那起先你要帮我操作，我这里有卷包器呢，就这样啊。好，我们就开始啊，吹牛皮一下啊。那个是科学，那个是天下杂志的专刊，那一期我们中央的实验室也受了专访啊。那这是我们今天的项目啊，我们要第一个要像哆啦 A 梦一样做一个物的产生器啊，然后再来要用针筒，你们就可以拿到自己的做实验的器具哦啊。那这个器具除了你认识的针筒以外，还有一两个比较奇怪的东西，那你看起来就可以变很多魔术啊。然后变完以后，我们就开始慢慢一个一个玩啊，一个一个玩啊。
大概是这样哈。我先预告一下，小朋友都会用拿到针筒就吸水，然后打水枪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认真学的话，你的水枪哦是别人可以比得上哦。你可以把那个水枪水打完，你又不必吸水，就换弹夹，然后就可以继续打，可以连续打啊。不过你们回去要打到浴室去打哦，不能在客厅里面乱打啊。啊，我们实验室更疯狂，他不但换弹夹哦，他就背了一个保特瓶。然后那个他的子弹就是整套保特瓶，所以别人跟他打水枪一定被他打扁了啊！好，那其实这些东西跟我们生活上的这些东西，都是连接关一起来的。我们慢慢来写，好，好。那这个是秀一下申请的专利，然后今年七月的时候到轰动到东欧去哈。东欧是一个国际的动手做研讨会，本来朱老师。有两次要跟着去的，都刚好没有一年还没有记住了哈。那他们一定很喜欢认识朱老师，因为我去的时候哈，他们都知道看到我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台湾要带给他很多东西。那这次去的时候就带针筒去，好多人哦，就像这样很有兴趣就跟着玩哦。那现在那个背后头朝着我们的那个最后一个人，他是那个大会的主席，哦，十几年的主席啊。那他和陶多教授的当面，对实验室的贡献，都谢谢啊，都是谢谢你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那对大家的教育很有帮助。那有些教授说这个东西那么简单，那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啊。我们等一下做了之后你就知道啊。那这张是这个我们用的材料哦，用的材料。那我们今天用的是其中一个小包，它有整套一组啊，像这样的一组啊。像这样一组，整套一组，然后，也有这样的，小包哈，像这样的小包哈，大概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就第一个哈，我们第一个要先像哆啦 A 梦一样，像那个照片那个人你认识吗？我好像认识呢，怎么有点神经的哈？我现在再重新表演一次哈。我第一次。在没有看到这个实验之前，我都是从书上看到这样的实验，那我很早以前在南屯的山上做过，用玻璃瓶啊，那个三角锥做过，就是很自私的那些仪器做过。那看到保特瓶做，第一次看到是看到我们，东吴的陈秋明先生，他比我更会表演，然后他用保特瓶做，我们今天用针筒做，我先做一次给大家看，好。那要实验很简单了哈，那小朋友注意看哈，我现在把手上的麦克风放下来了，好，那我们中央大学的实验室很棒啊，那个也不但放下来，还有人接哈，这里有，这里，对啊，对 ，OK 啊，那他是怕我不会用啊哈，朱老师怕我不会用，好，这个做法很简单哈。你只要有一个保特瓶，把那个商标拿掉，拿掉以后就把那个什么，把水冲一冲，苹果西打味道留着没关系，但是不要有甜味和脏蚂蚁就好了哈。然后就把水倒进去，倒多少？你觉得一勺不够，你就倒两勺，或者就倒三勺，其实没关系的，只要一点点就好了哈。那它的目的就是你要做之前要疯狂一下，去去。取完就把水倒出来，大概是这样，倒出来有水就好了。接下来要烧香拜拜，因为要变魔术嘛，要烧香拜拜一下。对啊，今天初十六。我去年年底才写我啊，烧香拜拜的时候要有知识啊，对，你就看我很专业，对不对？那今天不是啊，今天要做实验，所以没有那么严重啊。那点香也要有学问，点香怎么有学问啊？那个人家都是这样点，不知道人没忘记中学、小学学东西的都是这样点。其实要点哪里，上面温度比较高，你都知道啊。那你知道变魔术都要卖关子嘛？都要卖关子，然后不能吹哈、拜拜的时候不能吹，这个时间可以吹的哈、然后就把香放进去。然后就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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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好了啊。你们可以喊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比较好啊，拜托拜托就好。然后这个枪就没有用了哦，就把它洗掉。
那我们现在请这里有一二三四六个保特瓶，我们请六位大哥哥来同样做这样的事情。那每一个拿一只虾，然后点燃以后，然后把那个保特瓶这样做好，那水已经冲过了。你刚才看到了吗？就是把那个香点燃，你又放进去，然后说拜托拜托拜托，或者放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就把它放下去了。好，他们在准备的时候听我这里哈，我打个岔哈，我要来，我说我来中央大学是很辛苦的哈，因为这个是我学生给我的书，它叫做《瓦拉蒂的蜡烛科学》，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这个故事哈。瓦拉蒂他是小学毕业，然后家里很苦，就不能读书了，然后靠着自学，然后到印刷厂当学徒，最后在科学上很有成就啊。那我个人这样称呼他，说一世纪一个伟人。你们知道上一个世纪的伟人是谁吗？是爱因斯坦先生，对不对？那十九世纪的伟人，一世纪一伟人的话，那大概只有他跟马克思韦尔两个可以后选。因为他对后来的世纪影响很大，他们两个，一个是有电磁波的想法，一个是真的把电磁波找出来，大概是这样。那瓦拉蒂先生，他成名以后，他就像我们朱教授一样，他每个礼拜的礼拜五，然后就办了一场演讲，给爸爸妈妈那个来上课，然后他就特别去请各种领域的人来办演讲，然后把那个演讲变成通俗。你说这样有什么了不起？这不是一大堆吗？我们中央大学就有了吗？他那个时代很难哦，那个时代要去听演讲哦，要买票的哦，而且那个票哦，比那个去听歌剧还要贵，哦，非常非常贵啊。那他为了要让大家都不来，所以他就组织了这样演讲。更难得是什么？每年的圣诞节哦，他一定会这样小朋友，然后办很特别的演讲哦，他叫做圣诞节之夜啊。那他就开始讲蜡烛。他一个蜡烛不是讲一场演讲，他一个蜡烛可以讲好几场演讲，从蜡烛开始讲。我没时间看，我就在火车上才有时间看，所以朱教授如果请我来一次的话，我就可以看几页的书，不然我这一年都没看书，很棒的一本书，非常非常棒的一本书。我引他里面的作者的一句话，他说希腊里面有一个神，有一个神是一个很奇怪的老人，叫普罗特啊，普罗特。然后他，就是要照顾一群海豹。然后他什么地方厉害呢？你去问他的时候，他可以告诉你未来的事情，哪一只股票会大赚，你就可以去买了啊。所以大家都想要找他，当然以前的人当然不会问股票了啊。小朋友会问说，我们老师会问哪一位，凶不凶？他都知道啊，可是他很难找。他怎么很难找呢？他就有时候会变成火焰，有时候会变成空气，有时候会变成里面的雾啊，大概是这样。看可不可以啊？应该可以，里面几下哈，几点点？好，那同学，现在一个桌子大概一平，你做给他们看哈，做完你又给他们自己捏也没关系。现在看这里哈。好，注意看，你看到什么？瓦拉蒂先生说蜡烛要很小心的看，动作要像上面那个人这样。好，来看到哈利波特变，有没有看到什么？哈利波特变，这边大哥要做给他们看啊，就跟我一样，是不是要这样啊？多捏几下，多捏几下，有就锁紧，多捏几下，一个桌子一个啊。来，我们来，我们一起看什么？来，注意，小朋友，看，告诉爸爸妈妈，你看到什么？捏的时候怎样？捏的时候怎样？捏的时候很清楚，对不对？那你晃的时候要很快晃哦，一晃以后怎样？雾雾的，对不对？好，再看一下，捏的时候怎样？很清楚，然后晃的时候怎样？雾雾的哈，这边有看到吗？捏的时候很清楚，有没有？放的时候就怎样，固定的，好，里面的这种金属。好，那他们如果都看到的话，你们就可以交给他们玩一玩了啊。好，给你们自己玩啊。好，记得要领哦，要放的时候要怎样，要很快。好，注意看啊，放的时候要很快啊。
好了，你看，当哆啦 A 梦不是梦想嘛，对不对？你手上拿的宝特瓶，只要烧香拜一拜，啊，跟阿达博士念个咒语，那个咒语是什么？拜托拜托，对不对？都是哈利波特，哈利波特，你就可以变了啊。啊，好不好玩？好玩。好玩哦，你有学到东西吗？没有啦，有吗？应该有吧？你学到怎么变魔术，对不对？哎，小朋友，你不要以为没有学到东西哦。你们刚才学到观察，你有没有学到观察？你已经学到观察有什么不一样的啊？然后你学到怎样做才会比较明显啊？好，好，那我们有学到东西就要考试了哈。好啊。我现在要考试哦。好，我们现在要继续看投影片哦。在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好，我们看到的东西哈，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刚刚看到的东西哈，就是我们早上起来哈，有时候会看到某某的物，或是爸爸妈妈带你去山上，开车去山上玩的时候哈。然后就会带到，会看到那个，山上哦，在中午过后以后就很快会产生雾。好，那我们来看看早上产生雾的时候，早上产生雾的时候，雾是怎么来的？雾是怎么来的？你看看刚才我在做实验的操作当中，你就知道了。要有雾，第一个要有什么？要有水。为什么呢？因为一点一点白白的，就是什么？就是小水滴，漂浮在空气中的小水滴。然后你光线打到小水滴，反射到你的眼睛，你才会觉得雾雾的。所以要有小水滴，不是水蒸气哦。水蒸气是气体，就看不到了，因为它的体积很大，粒子很小啊。要什么？要小水滴。可是那个小水滴要够小才会在空气中。好，那我们再想一想，刚才要宝特瓶里面产生雾很简单，第一个把它加水，然后请求有水就好。那我们想一想哈，你比较容易看到雾的是地方是什么？是旁边有，对，然后旁边有湖泊，有很多水汽的地方，它就很容易做得到，或在山里面。好，再来，所以有湖泊或是有找有水的地方，它产生雾比较容易产生，就是我们在宝特里面加水哈。好，再想一下，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烧香拜拜，有没有？有没有知道为什么要烧香拜拜？因为香里面有烟嘛，不是啊，烟没那么多啦，是因为烧香以后哈，我再暗示一下哈，你家里如果没有找不到线香，用蜡烛也可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烟里面有很多很小很小的什么，有一些微粒啊，这些微粒哈，就是小朋友知道的，从课本上看到的。因为小水粒要凝结的时候，要有地方可以凝结，所以要有那些微粒，要有微粒哈。那微粒我们给它一个名字，那给了名字以后就不好了解了哈。那个名字很专门，叫做凝结核，它就是可以。只要水滴依靠的地方，好，我们再想一下，多认识一点点哦。如果不是依附在空气中，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它会依附在哪里？依附在草上或是什么树叶上，我们把它叫什么？露水。如果这些微粒、这些灰尘飞得很高，你在看远远的天上，你叫它什么？叫它雨。所以你刚刚在宝特瓶里面就怎样呢？就把云和雾都叫出来，好，我们再多认识一点点了，好，多认识一点点。在很高的天上，那些云哈，它有时候温度因为很高嘛，所以很冷啊，所以那些不一定是水滴，它可能是什么？冰雹。是冰，对不对？我们叫冰晶，是冰晶，对不对？冰晶也会反射啊，所以它是白色。那些冰晶如果
太多了，或是太重了，太饱和，然后掉下来的时候，跟气压有关系，就下雨了，就下来，经过空气的时候，摩擦会有热嘛，所以它下下来的时候，你看不到冰，看到什么？看到水。所以云上面不管是大水滴还是冰，下下来的时候就下雨了。可是如果在北方的冬天很冷很冷，掉下来的时候不会溶解，就下什么？就下雪了，就下雪。那地上结的就不是露水了，是什么？是霜，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好，那再来，你们一直想要冰雹啊，一直在想念的冰雹，冰雹怎么来的？冰雹的不能零度息，不是下雪的时候啊，是什么时候？是平常的时候。可是掉下来为什么还是冰块呢？可见它云上面的冰块会怎样？会很大，是不是很大？那云要在上面要很大的时候，要一直滚一直滚才会很大。所以气象学里面就是说，里面有很多的什么，有云上面有很激烈的什么，有气流，它才会搅搅搅搅搅。所以那个情况比较怎样？比较少发生。好，这样就知道了哈。所以你看我们捏捏宝特瓶学了几样事情，好几样，对不对？还有一样最难得，你们一定看不到，因为山上有雾，你知道。然后那个。早上才有雾，为什么平地早上有雾？为什么下午不会有雾？你不知道，你也知道，因为怎么知道呢？很简单嘛，因为早上的时候怎样，气温怎样比较低，所以我们刚才有水了，也有零结合了，可是少一样东西哦。我们有没有把它拿到冰箱里面去？没有啊。那温度怎么低的？你们知道吗？好，温度怎么低的？你们知道吗？啊，我先考试，大家通过这个考试以后，我才决定要不要告诉你们。好，我们的考试是这样哈，跟刚才很快压、很快爆有关系。好，我们的考试是这样，我们的实验材料有没有发给他们的？每一个人一份的材料，没有哈。你什么时候要发？可以哈。听老师的指示。可以啊，那就现在发，这个是很棒，因为先发他们会在动，那现在不理我现在可以花了，现在不理我没关系的，你理东西就好。啊，你自己的那个东西很小啊，你自己要保管好啊。然后里面有一个说明书，我建议你先把它收起来，因为等一下你的东西会有锁啊。你先把说明书收起来，上面可以做一些实验啊。那个大哥哥把那个刚才做的保护品，不用收了，等一下再收，没关系。好了哈，好了啊，我还是决定先告诉你们好了，因为我来这里哈太嚣张，等一下会被朱教授把我赶出去哈。好，我先告诉你们啊，你们在考试，这样比较容易通过考试哈。好，现在请每一位大朋友、小朋友拿一颗气球。不能吹，不能吹哈！我不能吹哈，先拿一个气球哈。我们今天的气球不能吹哈，今天的气球要把它变成，要用你手上的东西把它变成打气筒，然后把它打起来才可以哈。那现在那个是第二个考试，那个比较难哈。我们现在考第一个，那现在请拿起气球，那注意看我的动作哦，看我的动作哈，看这里哈，你把两只手。夹住气球，等一下，我们好，锁定你，然后那个放大你的动作，这样子好。等一下，可以来，慢慢来啊，太棒了。今天的朋友比较开心。你可以不要照到我的脸，只要照到我的手就好了，我脸不大值钱啊。好，可以了，好，现在看到了哈，都看到哈。你看我把那个，我准备要把它拉长，因为物理的性质会在变化中产生。所以我要让它的变化很大，那我要怎么拉呢？我要拉靠近，非常靠近，非常靠近，好，非常非常靠近啊。然后很靠近的时候，哈，很靠近的时候，我等一下拉的时候才会拉的比较变化比较大一点，好，因为拉这样的话，我要拉到这么长才会变化大。但是我很靠近，我只要拉一点点变化就怎样很大，好，所以我让它很靠近，然后夹紧，那等一下动作就是把它拉长。那拉长的时候会产生温度的变化，
那现在需要一个温度计哦，这个温度计就是你的鼻子和嘴唇这个地方。哎，爸爸妈妈告诉我说，它叫做人中，哦，叫人中哈，这里哈，因为这里感觉这里顶哈。那动作就是这样，你先看我做，你再做哈。你看我做，我拉的时候要很快，跟刚才念保特瓶一样哈，说话很快，然后拉完以后就完成任务了，然后我就把它放到我的人中上面去啊。这样注意看哈，这样放到这里去，就知道。好，你现在可以做了啊。很烫，对不对？温度升高了。我们来想想，温度升高是怎么升高的？很简单，你知道摩擦会生热吗？所以你刚才用力拉的时候，你就去做事情了啊。哦，那个物理课本里面叫做做功，功课的功，你就做事情了。做事情就有能量了，跟你摩擦一样，就有能量。那能量跑到哪里去了？跑到气球。那我们小时候学的都是说气球就这样弹簧，拉气以后变成胃人，胃人以后放回来变成放人，其实不是，它还有一部分能量跑到哪里去了？跑到气球里面去了，变成气球里面自己的能量，所以它温度就升高了，因为它能量高嘛。那为什么要很快呢？因为很慢的时候那个能量会怎样？会跑到空气中，你就感觉不到了。所以刚才我们在变物的时候也要怎样？很快，有没有？我们一化的时候温度就变低了。温度一变低的时候，那个水蒸气就怎样，就凝结了。所以你刚才如果有注意到，你慢慢放和很快放效果不一样哦，哦，很快放效果就很快啊。好，这样了解了吗？哈，物的三个条件，一个条件是有水，第二个是有灰尘，第三个是有什么温度低。好，我们用我们的动作让温度低。好，考试来哦，考试第一个，怎样让气球碰到人中的时候冰冰的？你们一定讲得到。做开始做哈，做完以后，看你们人先要告诉别的朋友了哈。有人要告诉别的朋友了，举手一下，有没有？好，啊，这里有哈，他会冰冰的，还是这组？好，我们给这个小朋友鼓励一下，他要告诉我们怎么做。你有做到冰冰的吗？有没有？冰冰的。哎，对。怎么做可以冰冰的？好。然后站起来，站在椅子上，再做给大家看。喘气。把那个针筒换整，针筒先换整，不要紧。站在椅子上，给大家看。我们要给他机会哦，哈。好，他会告诉我们。好，这么小就走周杰伦路线，好，大家走一下，很酷哦。他是说放在这里，对，没有错。对，来，那我把他的讲的话再讲一次哈。我们我稍微改一下下会比较好一点。他说拉长以后放在这边哈，你注意看哈，拉长以后，拉很长以后，这一次哈不要碰人中了，这次放在这里，忘记他了，忘记他以后哈，有些爸爸妈妈在教小朋友做，他都知道了哈。然后你拿到这里来的时候哈，然后再很快的让他这样缩回去，然后碰人中。不要看到耳朵都看到你了哈，拉长然后放掉以后碰人中就冰冰。用针筒在学物怎么产生，好，你们知道吗？我去东欧的时候，那些教授们会围在我旁边，人好多，会围在我旁边，很有兴趣是什么？他们会觉得说台湾的人好厉害，用那么简单的东西，然后就把这样的东西，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啊。其实那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现在看，现在用一个每一个人都有的经验啊。好，我邀请一位小朋友上来，好，就是你，因为我看到你站起来啊，就是你。
好，你的任务就是告诉人家你的感觉，好不好？好，好，请过来这边。那个美丽的助理，请你把麦克风准备好。好。这个实验，你就知道哈。不过你都不知道招式嘛哈。这个实验招式是这样，这个是气球吹炸以后不小心跑掉了，不小心跑掉，它会乱跑嘛哈。就是赶快把衣物盖着，盖着你就摸它一下哈。现在我要让它跑掉了哈。好，好，我摸它一下，摸气球，有没有冰冰的？有。告诉大家，我摸到冰冰的气球。我摸到冰冰的气球。啊，谢谢你啊，这个气球给你的、啊。你们想要也摸到冰冰的气球，要做一下吗？很快啊，哦。不过那个，男生要帮忙吹。你们如果有人吹不动，那边有很多壮丁可以吹啊。那我们每一个桌子，每一组丢几个这样，好，好不好？在这里。一个桌子丢两个。小的还有，那边要快一点哦，那坤坤的，他们要自己吹也可以，如果他们需要你吹，你就帮忙吹哦。小的也可以啦，小的也可以啊。可以请大哥哥吹，可是先声明哦，大哥哥不一定吹得到哦。如果吹起来吹得越满越好，好，吹得越满越好。爸爸也可以帮忙吹啊，哈。好，那个大哥哥有线香的举手。我现枪，等一下把现枪点燃哦。你有拿打火机去吗？好，不急，我们要开始动作再点，然后到走廊去，因为会有味道。好，我们大概有六支烟可以，他们等一下会要现枪。好，啊，小心不要烫到小朋友的手哦。好，等一下，不急啊，我们开始动作再去点烟。好，这五六个人分散开来，他们去找你。跑过去了，再来两个桌子的动作。好，我们在两分钟停止气球的实验了哈，因为吹太多次会没有力量哈。所以我必须要把它结束哈，不然会害死爸爸哈。要放快一点，面要放快一点，对。好，有没有冰冰的？有没有？有啊。好，好，第一个考试通过了哈。第一个考试通过了，现在考第二个哈。注意看题目哈，要宣布题目了哈。你知道这个是橡皮吗？然后这个橡皮要把它拉断，怎样？要那个。平常要很用力的才有可能拉断。现在哆啦 A 梦告诉我们，刚才的学习告诉我们，学习怎样啊？因为我只要给他一小段，然后一小段哈，我拉它就会热，晃它就会冷，那能量会变化。可是我拉晃拉晃的时候，能量变化的能量累积起来，能量来不及跑掉了，所以它会留在哪里？留在气球，所以气球会温度应该会升高。那气球升高的时候，气球是橡胶，它会怎样？它会融化。所以如果根据这个道理我要把它拉断是很简单的事情哈。我只要这样伸缩、伸缩、伸缩，很轻松哦。你看我有没有用力？我有没有用力？我有没有用力？有没有？好，等一下有兴趣可以做哈。不过我们气球还要做别的东西，你不要牺牲太多。好，现在先不要做，这个不能当考试，因为即使爸爸因为它有一点技巧。因为它热很容易跑掉，
所以其实不是很大的技巧啦，你第一个要攻一小段很小的一段，然后不能晃掉，然后越拉越长，越拉越长，你一晃掉它就冷了，冷了以后它就你就要重新来，所以它有一点点技巧哈，你等一下可以做哦，等一下有空做啊。我知道那个大哥哥他们很想就做做看啊。我先讲哈，即使是男生也不一定每一个马上就做成功哦。好，这个不能当考试哈。现在考试先不考试的题目，你们袋子里面有两只针筒，还有两个蓝色的东西。那根针筒拿出最小的那一只，你不定每一个人哦，你只要一个家庭或是一组拿一个就好了哈。然后拿出一个蓝色的东西，好，请你在针筒里面产生物。好，请你们在针筒里面产生物啊。那个你们需要线浆的时候，大哥哥会点线浆在走廊，你们去找大哥哥就有线浆了。好，好，你想想看怎么想，你想通了就好。那个，我没有讲清楚，有三支针筒是不是？四支啊。好，你拿一个那个刻度是10cc，那个最透明，12，10+2，12啊，拿那一支哦，然后拿一个蓝色的，然后现在想办法在里面产生针筒啊。产生物哈，老师考试哈，我从小学到大哈，起先都出题目出那个的学生写不出来哈，那这样的老师不是好老师哈，因为考试的时候也是学习啊哈，那比较好的好老师是让学生哈，不是一下子就得到答案，可是他用他学的东西努力，他就会找到答案，他就一直进步一直进步哈，好，所以现在要。10cc 的针筒和蓝色的开关产生物哦，好，你要怎么产生？你自己想想看哈。那暗示是你要先学习那个蓝色的开关是做什么用，用一个针筒就好了，用一个针筒就好了哈。那你必须要到外面去找大哥哥哦，你一定要到外面去找大哥哥哦。因为大哥哥要你要有线浆，要有零结合啊，比较容易产生啊。那个不必放很久哈，只要一两下就好了。烟会往上跑，所以你还是要把线浆垂直，然后把针筒往上面哈。水只要有水滴就可以了，不要有很多水哈。或是放斜斜的哈。那个1cc 的针筒不太好做，你要拿10cc 的做比较好做，或是20cc 的哈。有人找到了哦，那如果现在还没找到，就留学一下啊，算是找大哥哥的麻烦。有人做出来了哦，需要帮忙的就举手啊。那我再引一下瓦拉蒂故事的，瓦拉蒂的故事的里面用蜡烛做实验啊。那蜡烛就蜡烛，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有没有观察到，为什么蜡烛的时候哈，它那么自动，然后烧的时候不会把整个蜡烛都烧掉，不会像烧纸一样啊，它会慢慢的烧。哦，有没有注意到？然后它的蜡哈。为什么旁边自己会逐出一个墙壁，然后把那个液体的蜡留在中间呢？所以他们之间都有一些科学的道理哦。阿法拉蒂就带着大家去观察这些东西啊。好，我们差不多就准备好就停下来，我们准备下个实验啊。恭喜大家都通过考验啊！我现在调查一下啊，调查一下，问题要有技术，要有技术哈。刚才用针筒和蓝色的开关操作，然后做误的实验，没有看到没有成功的请举手，没有成功的哦，没有成功的哈。
不是成功的嘛，是没有成功。大哥哥去帮他做一下，对，他没有成功。还有没有？哦，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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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边，哎，好、哦。好，我们现在回到这里来，我们开始我们的讨论啊。好，再等一下下，因为一个，到现在为止应该蛮好玩的嘛，对不对？我问一下，觉得不好玩的举手有没有？没有哦，没有觉得好玩的，我就问一下好不好玩？大家要说好玩哦。那我们助教说会办更多的活动啊，好不好玩？好玩，谢谢啊。有人说不好玩。好，我们现在看到一部，我们快复习一次啊。我们再进行下一个实验。记得啊，你们是小包，即使是小包都可以做十几种、二十种的实验哦。好，我们现在注意看啊。那个现在在投影片上看到的是雾和霜，刚才讨论过了啊。那这是我们刚才讨论过的，我们用雾的道理去知道，霜、露、雾、云、云雪、泡的成因，好，很简单的成因啊。那我们也学到雾的形成，好，要什么条件啊？要有磷结合，要有水汽，要变冷，好。那怎么降温？大家也知道，好，你把保特瓶突然之间放开，就跟你冰气球很快的拉，很快的放，意思是一样，好。那个有一个名词，那个名词叫做绝热作功，好，叫做绝热膨胀。叫做绝热膨胀，那没有保丽龙，也没有双层的真空的热水瓶，你怎么绝热的呢？好，大家注意听一下啊，我们说的绝热是什么？是我在操作的时间，你热来不及跑掉，这样听得懂吗？哦，我在操作的时间很短，然后你热来不及跑掉，来不及跑回来，好，所以绝热作用就可以变成温度的变化。好，我要讲一个比较深的原理了哈。好，小朋友等一下哈，但你们也听得懂。我们现在有一堆人，好，来注意听哦。每一堆人就像跟阿达博士一样，开始阿达了。怎么阿达呢？就拿着气球，然后做什么事情呢？为了要替中央大学朱教授省电费，所以我们要用我们做工哦，让房间里面的冷气降低。那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到走廊外面去，然后把气球拉开。然后就慢轻轻悄悄的走到室内来，一二三，放掉，温度有没有降低？有没有？然后再出去，再进家就出去，然后再拉开，然后再进来的时候再把它放掉，温度又降低了，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了。我现在讲的不是开玩笑哦，你家里的冰箱和家里的冷气机，就是有人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气球，是谁？是什么？你那个冷气机和冷气机有一个管子在外面，有一些管子在里面嘛。这管子跑的人是谁？叫做冷媒，你们都听过吗？冷媒就是气球。那谁在拉？谁在放？谁在拉？谁在放？机器嘛，通电的机器，那个叫什么？叫压缩机。这同样道理啊，压缩膨胀，压缩膨胀就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刚才在拉气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在怎样在降低温度的道理，好，这样听得懂吗？那当然，你们说阿达不是你好神经哦，那真的去拉会温度会降低啊？不会啦，因为你其他动的能量都比那个能量还要怎样还要大哈、哦，那是不可能。可是你可以用你的聪明头脑把这个原理用到哪里？用到你设计的机器里面去，你就可以很有效率的产生这件事情啊。好，我们这个话题我们要结束啊，因为我们要做很多好玩的实验。那这个是香槟酒，香槟酒一打开的时候，砰一样很快的膨胀，它会发现旁边会有一些水滴。好，好，这个是山杖，山杖因为它温度比较低，而且山杖哦，高的地方、低的地方，就像斯诺特里里面的气压一样，会变化很快，所以它流动很快，所以它有双层的作用哦，是本来它温度就比较低的，第二个，它会。发生什么绝热的膨胀收缩，好，所以山上很容易产生雾啊。好，那看到的气球我们刚才做过了啊。那这个气球，还可以把它切断啊，切断你回去再自己慢慢练习的哈。好，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是刚才讲的，用气球来当冷气机的道理啊。那这个是那个冷气机压缩机的
其他的，哎，它的形状其实就是这样，本没在这里跑，然后压缩机再让它膨胀、收缩、膨胀、收缩，好，来，哎，我们刚才在做物的实验以后，你看到什么？你学到这个开关，这个开关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啊，因为它有三条路，我们叫做三通，哦，它这次的名字，哎，有点。其实三通也有人用，别人用的啊，它叫做三路活塞，那有点搞准啊。你说我要买三通，他应该听得懂哦。啊，这个三通是医疗器材，但是不常用，但到药局去买哦。老师注意听了哈，到药局去买，大概跑三四家会有一家有，哦，三四家会有一家有啊。你说我要三通，最容易是你拿那个东西去给他看，要是没有他就没看过，有他就看过了啊。零售价30块一个，药局的零售价30块一个，大概是这样啊。好，这个叫三通哈。那如果你要大量的买，它就会比较便宜的啊。好，这个叫三通。那哎，找药局也要有水准哦。你知道找要买这个比较难的元件，找什么药局比较容易找吗？找那个医院前面的药局会比较容易找。好，这样知道哈。好，那。我们现在要利用这个三通做实验啊！现在做的实验需要一支25cc 的针筒，或是20cc 的针筒啊。这支针筒是特别早的哦，因为20cc 的针筒有胖的有瘦的哈。这支针筒刚好可以塞进保利绒球啊。我开始找20cc 的针筒。好，我们建议大家哈，建议大家一起听完以后再开始做，这个实验很简单啊。好，我先讲一下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实验。我现在讲一下基本的道理啊。我现在把它套上去以后啊，我让它通，我就很容易拉，很容易开啊。如果我把它关起来，我如果拉起来，这是第一个实验啊。拉起来以后它就会怎样？会弹回去。好，如果我把它打开的时候，把它打开来，然后再关起来，不通的。我压缩的时候，气里面的气压变大，我放掉的时候，气压会把它怎样？因为里面的气压比外面大，会把这个顶会把它推回来，这样知道吗？哦，所以不管是关或是我少或是大，我在变化这个针筒关起来的时候，变化这个针筒的时候，这里面的气压可以变大变小，这样同意吗？小朋友听得懂吗？听得懂的小朋友给阿达博士鼓励一下，举手，你听得懂举手，不是鼓掌，你举手一下，看听得懂举手，可以了，这么少哦，可以了，这样可以了，可以进去了啊。好，可以看这里，我们现在回到投影片，大家注意看啊，我们要连续做四个实验，第一个实验叫做隔空灌气球，好，小朋友什么叫隔空灌气球呢？就是第一件事情，你要先把气球哈，不要这么胀，你只要吹起来鼓鼓的就好了，然后就把它打结，打结以后空气就进不去了啊。那我们要利用针筒把这个气球吹大。那你普通吹大，你说你把它关起来，我怎么吹大？我气又跑不进去。我们现在不要气球的气，不要担心它，我们只要把它放到针筒里面，它就可以变大变小啊。注意看，好，注意看它可以变大变小啊，变大了。好，我现在很快哦，变小了哦，你可以都很快的变它。那怎么做？你等一下看一下就知道了。让你们研究一下啊，真的不行，我们再读一下啊。好，等你气球做完以后，气球做完才能做这个哦。这个是你做完气球的靠场啊。这个靠场是把它换成什么？把气球拿出来换成什么？换成保利绒球，你会有意外的发现啊。好，那。在做完以后，我等一下会发棉花糖给大家，然后你桌子上有棉花糖，那棉花糖不能吃哦，小朋友知道哈，不能吃哦，要做实验用的棉花糖哦，它比吃还要重要哦，不能吃哦哈，好，我要发棉花糖给大家哈，那你再把它换棉花糖，不过做棉花糖的实验哦，小朋友要控制一下哦，如果你太激动哦，推得太大的话，那个棉花糖会粘在针筒里面，啊，你的针筒要花很大的力气才洗一洗才能用哦。好，所以做棉花糖就要温柔一点啊。好，等棉花糖做完以后我们要做一个更酷的实验啊。更酷的实验啊，这个实验是什么实验呢？是我们要在针筒里面烧开水。有点怪怪的啊，要烧开水的啊。那怎么烧呢？不要火，因为火只有一把，那打火机只有一把啊，不要火啊。我们用什么啊？用你聪明的头脑，
把开水烧起来，这样可以吗？好，我们现在开始做实验了哈。那大哥哥要麻烦你们把那个，等一下下他们做完第一个实验、第二个实验以后，有人要开始做最后一个实验的时候，就把那个杯子上的水哈，从饮水器接开水进来，接一半就好了。好，饮水器接一半啊。那来拿进来的时候小心点，不要打翻，打翻会烫到。好，好，我们开始了哈，开始做。好，那我在这边会一边做哈，你要跟着做，你就跟着我做哈。第一个，要有一个针筒啊，一个针筒和一个蓝色的三通开关，然后把柄哈，把这个柄拿起来，好，把柄拿起来哈，拿起来第一个要把这个气球哈吹一下。吹要放得进气球，所以吹的时候不要吹太大，这样鼓鼓的就可以了，好，这样鼓起来就可以了。鼓起来以后就把它打结。如果你的小朋友会打结，我一定很佩服你，因为现在的环境让很多人都忘记怎么打结了。那可是有些爸爸妈妈从小都知道这个训练，所以会让小朋友结的会绑鞋带是很了不起，他就会打结。我说的不是开玩笑，因为我碰过很多大学生、高中生不会打结的啊。好，然后再把它关起来。如果你不会，没有什么丢脸啊。现在就学会以后就很不错啊。好，我们就把它放到里面去，放到里面去再把它关起来，推到小一点关起来，然后再把它拉起来，气球就变胀啊，气球变胀。好，然后再把它接通拿出来，比较大再把它关起来。然后压下去，气球就变扁了，扁得不得了啊！所以气球的气没有啊，会变扁，会变大啊！里面有关起来，然后看看，这样可以，这样可以，然后变扁，先变扁好不好？你这个要关起来，把两个先把它放进去，你要把三通关起来，你要变的时候要把三通关起来。然后我就把它推出去，它就扁，有没有变成扁？有没有气都不见了啊？现在把它变胖，好不好？变胖先把它推到底再关起来，然后再拉起来，它就变胖，有没有变胖？有没有进走？好，如果你气球看到了，你就可以做保利龙球啊。保利龙球变成什么了？我这一队有看。好，那个大哥哥帮我发棉花糖。来，那个帮我发棉花糖，一个桌子大概两颗应该没问题，两颗三颗都可以。花两颗好了，一个中指花两颗。好，我们再讲，再重申一次啊，那个棉花糖不能吃哦，哈。它的保利龙球不要那么压那么扁，它保利龙球坏掉了。保利龙球会变成高尔夫球啊。好，那个在场的老师会想问，气球哪里买？气球很简单啊，不用讲。那会说保利龙球文具行有卖啊。那这个保利龙球是直径2公分的保利龙球啊，直径2公分的保利龙球啊。如果你的针筒塞不进去，不要换成直径1公分的啊。好，谢谢。好，那个我现在要做一次哦，那个大哥哥麻烦注意看一下，因为你等一下要帮他们操作哈。好，那个大哥哥先看到我现在的操作哈，请大哥哥看到我现在操作，我现在把针筒哪一支针筒都可以哦，我把针筒的里面的东西倒出来以后就套上一个三通，我注意看哈，然后这个三通就到你的
到你的杯子上面哈。那那个在场的爸爸妈妈要烧开水跟我做哈。那烧开水它没有危险，但是你那个还是不要让大家烫到小朋友的手哈。好，那就吸一点开水进来，好，吸一点开水哈，大概你的体积的1/4、1/5或是1/6，然后吸出来以后里面有一点空气，因为我们要让它变化大，所以要把空气挤掉哦，所以你就拿直的，空气会在上面，上面的时候你就稍微斜斜的，然后让露出水那个地方哦不会烫到你的手，然后你就把空气怎样，把它挤掉啊、哦，把它挤掉，好，那挤掉以后再把哦小朋友教我了哈，把三通关起来，好，关起来以后哈。我再请刚才那位小朋友，好棒的那个小朋友，很有默契的小朋友，再请上来一下哈，谢谢你啊。好，一样，你如果麦克风在哪里？好，这里。如果你看到，真的很打开了，有。好，你如果看到开水烧起来，你就告诉大家说开水烧起来啊。好，接下来拿这样哈。拿这样，然后镜头带到这里来哈，然后你要拿直的，看得比较明显哦。现在要瞬间哈，瞬间这个要大人帮忙哈，瞬间把这个饼哦，把它拉起来哦。啊，你看到开水就要告诉大家哦，啊，1、2、3，拉起来，有没有滚起来了？哦，傻，你水有没有滚起来哈？那再看一次，你这个水滚起来了，来，再1、2、3。有哈，对着麦克风。有。好，鼓掌一下哈，那观众看到什么？有什么？有开水哈。好，谢谢，太棒了啊。小心一点哈。要稍微靠近一点。那个，你要先检查你杯子的水是不是烫的水。如果杯子的水是烫的水，做起来比较容易哦哈。因为你杯子水是冷的水就不太容易了哈、哦，要检查一下，因为有些水没有换到、哦、那个开水要小心一点哦，它还是有点烫哦。没有那么严重，可以就好了。啊，理解对。哦，好棒，好棒，可以。需要大哥哥帮忙的，你就不要客气哦，哈，就举手一下哈。好，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实验要做哦。如果我现在要打断你们，好不好？好。好，注意这里，再看看啊，打啊打的，哦，可以哦。我们整理一次哈。好，我们整理一次，来，回到那个电脑屏幕哈。好，你已经学会怎么用针筒改变气压啊，然后，你会让气压改变里面，让物体就发生变化，气球隔空可以灌可以扁，然后保利绒球会变成高尔夫球，然后棉花糖会变胖变扁啊。啊，在场的老师如果是小学老师或是幼稚园老师，你参考一下那个棉花糖上面画图案哦。
那变大变小的时候更好玩哈。好，哎，第四件事情，我们知道在针筒里面不要加任何可以烧开水。那这个烧开水的原因，我现在讲一下下哈。谁说水100度才会开的？哦，因为到山上一煮罐的时候，好像水一下就开了，然后罐就煮不熟，因为烧的不够。哦，所以山上的道理告诉我们说，山上气压比较低，所以如果我们气压比较低的时候，哦，90度也可以烧开水，80度也可以烧开水。所以刚才我们没有加热哦，所以水的温度没有升高，可是我们改变什么？改变水上面的压力。让它到高山上去了，它就怎样就烧开了啊。好，如果是老师或是爸爸妈妈回去，小朋友有时候会问，尤其是国中的小朋友，你们家如果有国中的人，他会吐槽哦，那个不是烧开了，那个是水里面的空气。其实水变成水蒸气叫蒸发，水里面也有空气，空气也会跑出来。可是那什么叫做沸腾啊？什么叫做烧开了啊？烧开的最好定义就是一下子很多，所以你刚才就看到一下子很多嘛，哦，所以原来在水里面的空气没有那么多，这样知道吗？哦，如果是气泡没有那么多了，哦，这是最容易的解释，最短的解释啊。好，再看一下啊，那大家可以做很多实验，好，那现在我们来做一点实验，啊，这个实验你们不要在桌子上做，你看我做就好了，好，啊，回家再做啊。好，第一个实验叫做连通管的实验。你们有两个三通，然后两个三通把它接起来，然后你把开关调一下，你就可以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连通管，这上面是开管，然后它底下是通的。你要注意这个开关哦，哈。那我现在为了让你们看得清楚，哈，这个是四个的好处是站得起来啊，然后两个是要用手拿，哦，差别在这里哈。然后我现在，我的水呢？你的水，啊，借一下。好，可以啊。其实不要那么多也可以，就这样应该可以。不够再讲。好，那我现在我要检查一下门对不对哈？没有出气，有通，这样可以了哈。现在小朋友都知道哦，我如果把水哈加到这个。高高的地方，小的地方，把它加满啊！怎么跑出来的？不对，哦，这边不对啊！刚刚哪里不对？等一下啊，搞乱掉。再一次啊，哦，没有开啊。对不起，没有准备好啊，没有关系。好，我们用两个就好了，跟你们一样啊。然后这个往这边掏，是吧？这样应该可以了啊。啊，再一次，这是真的要水了啊。好，来。好，那我们就加水进去哈，加水进去。好，这边有水了，接下来的话是什么事情？这样空气。那因为它是连通的，最后水面会怎样？会一样高，你就知道啊，你就可以变化啊。不过你在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气压的问题啊，开关的问题，你有好多问题可以研究啊，慢慢高。那你也可以把它变斜，以后会怎么样？哦，这个叫连通管。然后你也可以把一支加柄进去，然后两支加柄进去。好，那个我们现在不做哦，你们说明书上面都操作说明书都有，你们回去做好不好？那我现在要跟，先摆着哈。我现在要跟小朋友互动啊，要做另外一个实验，叫做比例器。好，比例器的做法很简单啊，就是你要先拿一条长长的管子，啊，拿一条管子哈，
我拿一条管子，然后这个管子哈、哦，要准备两支吸管，啊，两支针筒，啊，一支小的，一支大的，啊，一支小的，一支大的，啊，要两支针筒，啊，然后，哎，这个记住哈、啊，这个只有我做，你们没有做哈、啊，你用三通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好，用三通就可以接起来了哈、哦。那我现在为了让它比较好玩哈、哦，所以我不用三通，我用什么？我用那个，哎、欸，我用那个，哎、欸，管子哈、啊，用管子。然后我先把管子吸水，好，把它吸水啊。好，吸了一堆水啊。吸了一堆水，然后这一堆水哈、哦，这一堆水，我现在要把空气挤掉，好、哦，让它里面没有空气哈、哦，没有空气以后哈、哦，我就把另外一支针筒把它放下去，我要放哪一支针筒？放小的，放一支吧，可以，好，谢谢，帮我拿着，谢谢哦，这。最高级的助理，谢谢你。好，最厉害的助理，这样就好了。好，这样就好了。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呢、啊？我们要请小朋友来跟大哥哥比赛。好，诶、欸，我要请小朋友，还是你来？当然是我特约的哈。好，大哥哥推派一位代表过来，最壮的，找一位最壮的，最有力气。那不行，他在管他的摄影机。好，就你们两位看谁要进来。好吧，请过来这里啊。啊，大哥哥在这边，啊，小朋友在这边好了，小朋友在这边，大哥哥在这边。然后做什么事情呢？然后他们两个要比力气，比力气很简单哦，这个是水和水管，然后比力气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针筒哦推来推去，推到哪一边水就赢，这样好不好？那这样的操作有点危险，会爆管，爆出来就是顶多衣服湿掉而已嘛，没什么了不起、哦、但是我会帮忙的，我会帮忙把它抓住，因为他太激动的话哈。那现在小朋友和大哥哥一个人要选一支大针筒还有小针筒，当然小朋友先选啊，哈、哦。那我先问他，然后再问大家，那由他的意见和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来决定他要哪一支，哈、哦。好，你要选小的还是要选大的？你知道等一下要做什么事情吗？等一下要比力气，你要推这个，大哥哥要推这个，看谁推得动。大的要大，大的要小。小的，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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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夸一下，夸一下，现在他有点混乱啊。觉得要选大的举手。小朋友要选大的举手，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好，请放下。觉得小朋友要选小的举手，好，请放下，就不要数了，我数不清楚了啊。你要选小的还是选大的？小的。大家都说你要选，大家都要害你吗？没有关系的。本来比赛哈就是要怎样，要换场，等一下再换啊，好，等一下再换。好，小朋友选大的哈，现在很简单，现在小朋友哈，小朋友，现在水都在大的这边嘛，小朋友就用尽力气把什么，我会帮他忙啊，把这个大的水把它挤到小的这边来，因为他选大的很聪明哦，他只要一点点这个小的就怎样就可以开了，对不对？我们为他的聪明鼓掌一下好不好？太聪明了啊！好，但是结果是不是这样啊？不一定啊、哦，我们来看看哈、啊。好，开始，来，现在大哥哥防守，小朋友怎样？你要抵住，你要抵住，好的，加油，嘿，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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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计时，计时到二十，好不好？来，一，一起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他不相信了。五、十八、十九、二十，好，时间到。对不起，你已经很努力了，可是还是推不动啊！你不要紧张，
先选是先防守，可是打到一半都要换场，对不对？现在换场，换你防守，你把它抵住，抵住。你现在已经0-1落后了哦，啊，现在你要守住哈，你就把它抵住，凶一点，表情要凶一点，表情要凶一点。啊，还没开始哦，你不要偷跑哈，对，要凶一点，对，眼睛大一点，好，可以开始了。1、2、3，你要数到20，数快一点啊，来，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1-1平手，鼓掌一下。好，我们现在换过来哈，换过来。现在小朋友哈，现在小朋友哈，现在小朋友换一个方式比赛哈。这个比赛是这样，现在小朋友这边伸长，哦，没有关系，那个等一下回来，皮肤是有弹性的。好，现在你跟阿达叔当朋友，当朋友不是好事情啊。好，现在来看看，现在把这个水哈推到底，那这边来进攻，然后这边防守，好不好？好。啊，来，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不挑边了，现在开始啊，请你守住啊。好，那你只要推到底就赢了哈。好，大家数啊，来，预备，开始，来，1、2、3，哎，来，还没数就完就已经成功了啊。好，所以2-1，小朋友获胜啊，我们鼓掌一下来，谢谢你。好，可以回去了啊，谢谢你。你现在是选要选大的还是选小的？他说要选小的，好，我们也小朋友鼓掌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今天礼拜六嘛，礼拜四哈，礼拜四下午我要到学校去，我礼拜三整天有课，礼拜四下午有课，我有两个学程的课，就是叫做物理教材教法和物理教学实际，我用一支吸管。出了吸管，它是竹签，然后先让他操作，操作完以后哦，就跟他们这样就就地，然后就在那里讨论，一个竹签和一个吸管做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是网络和书上看过来啊，就是竹签不是多半来都是斜斜的吗？就可以立在桌子上嘛，那竹签把它插上去以后，它可以站在桌子上。就是竹签插在吸管上，它可以站在桌子上，不容易哦。他们是物理系4年级的，有人很快就做好了，有人做好久才做好。那我就跟他们讲一些，我们就讨论很多事情，其中一项就是到我问他们，很快做好的和很慢才做好的，哪一个学的多？慢。慢的。他们知道学的多嘛？我说哪里多，我就跟他一起讨论，让他们自己提出来。他真的发现那个比较慢的怎样学的比较多。所以，老师和家长只是需要鼓励和耐心。好，那这个是我自己悟出来一个道理了哈。好，那个，刚才做了两个实验哈。第一个实验是，比力气的实，是联通管的实验，你们自己回家做啊。他注意那个开关啊。然后它变化很多，因为说明书上面有，所以我就不让你们在这里做了啊。好，第二个实验是比力计的实验，再讲一下啊。比力计的实验，你不需要，你不需要这个管子，你用三通也可以做。三通就是这个管子，这样知道吗？哦，好，再回过头来换一个角度，三通一个30块哦，又不好买哦。好，你看看啊。我现在如果要做刚刚那个气压的实验，我需要三通吗？我需要三通吗？不需要哦，你只要一条管子和一条小针，一只小针筒，小针筒，你就可以做刚才的气压实验了。拉的时候它一定不会改变，所以就等于开关了。那塞住了开关，好，你要推的时候它会改变，因为它面积很小，就刚才比力气一样，你用一点点力气，你就可以打住它了。虽然是手动的，但是很方便。那这样的器材，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所以你班上每一个小朋友要做的时候都可以的哈。那你们知道他们拿到这个以后会做什么事情吗？喷水哈。好，那因为小朋友很好动，我现在做一次哈。因为时间有压力哈，还是我做就好了，因为会喷水，不能做太多哈。好，这个是第一个空气枪，我已经把水拿出来了哈。这个空气枪用小针筒，
然后把它打出去，正好就会射出去了。好，这个比较没有危险，但是还是会有点毛毛的。好，如果你要在教室里面给小朋友、给中学生或是给大学生，我都是给大学生啊，你也可以让他怎样呢、啊？让他射空气枪。那大学生有什么好射的？我说哈、哦，这个针筒里面装卫生纸，然后我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做了哈，你们大概都会做。装卫生纸，装完以后你把它打出去，要打到阿达博士，荧幕上阿达博士，容不容易？开始不容易哦，他开始发现了哈，你发射东西的时候要有什么？要有仰角，那你怎样才会利用气压把它挤出去？所以你会把卫生纸去沾水，再拿一个筷子把它捅一捅。古时候在发射炮弹就是这样做的嘛，捅一捅让它密闭，然后你这样打出去才会打。这样做完你就几天你打不到，可是你用科学的原理你就打得到。啊，这个是空气枪哈，水枪我就不讲了哈，你们自己去体会，因为水枪会造成社会大乱哈，所以我就不讲了。好，我们现在往下看哈，好，再回到荧幕上。好，我们大概还可以做一点的时间哈。好，这个是联通管哈，是阳春的联通管，我们没有做的哈。好，这个是阳春的联通管，然后这个是有一个柄的联通管，它就不会水面一样的哈。这是斜的联通管，哦，斜的时候水面会怎样？还没做的时候，你先估计一下哈。那个是国中考试的题目哦。好，这个是量水平的，哦，量水平的水平线哈，哦，大概是这样哈。那水压高的地方会让水喷出来，好，可以很多实验哈。那这个是刚才的水压机帕斯卡的实验，我已经给发射了。好，那这个是空气枪，哦，那水枪自己回去参考，装水就是水枪哈。好，那弹夹的水枪和很厉害的水枪怎么做？等一下做以下的实验你就知道了。好，我卖个关子哈。好，现在我们需要第二个元件。好，这个元件哈，这个元件是黄色的开关，你袋子里面没有哦。没有原理很简单，因为这个是水族馆在做水族箱，跟不大一样哈。回到这里来，现在这个黄色的开关哈，没有的原理很简单哈。这个黄色的开关是水族馆里面的开关，它叫做单向环。什么叫做单向环啊？它只能一个方向通，另一个方向不通，哦，又叫直逆环啊，单向环。那水族馆和水族馆的东西和针筒的东西大小不会一样，所以这个是要很特别的去找才找得到，所以就没办法哦，那个加减量不低啊，这个零售价一个40块。所以没办法就到你们包包里面去啊，不是朱教授付不起，我也付不起，好，大概是这样啊。好，等一下我会每一组会花两个这个单向直逆环没有办法给每一个人啊，哦，就是小组的工具要用完要还回来啊。然后还有什么？还有那个胶管，哦，大概是这样啊。好，等一下要做再换啊。好，那你就可以做很多水枪，我先把它跳过去啊。现在我们要利用加上直逆环以后，要做出一个很聪明的打气筒。然后你把你的小气球打起来以后，你就来我这里拿一个。我要看你的打气筒聪不聪明哦。你用那个土法炼钢的，我不给你啊，我就给你一个苹果气球。然后这个苹果气球，你要自己折也可以，你要让我折也可以，啊，大哥哥也会折啊。这个要折的时候要这样，你要让它。不要太大，然后第二个你要会打结，第三个哈，注意看的哈，你要会把它变成苹果，不要太大哈，太大不好做哈，变成苹果很简单，用你的右手堵住这个气嘴，然后把它这边要挡住，把它戳到这边来，戳到这边来以后哈，任务达成，你又用你的右手的其他的手指头把气球抓住，然后这一只哈换成另外一个任务，就从这里去找那个气嘴。然后找到以后你又要拔出来，你会发现不好拔，你今天血的气压的问题，所以你必须要把这边哈，把用手指把这边的墙壁把它拨开一点点，拨开以后你就很容易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哈，抓住，记得气球是有弹性的哈，你会看到有一条柱子啊，然后中间有一条柱子，然后就把它拉长，
拉长以后就转三四千，三四千转完以后哈，它会脱落嘛，你要把它塞到里面去，它就不脱了，它就是一颗苹果啊。小朋友送给你。好，现在也知道任务了吗？在场所有的打气筒都收起来，不准留打气筒啊。然后现在你拿到黄色开关以后哈，用黄色的开关和蓝色的开关，然后它管子堵住一支打气筒来。哦，他一点点时间一定做得出来哈，这个要放，大家可以收。刚刚没有。第一个桌子丢丢一套吧。里面有。大概有20套，不到。每一个桌子丢3套，每一个桌子丢3套，就是长的桌子。好，因为我们总共24、6嘛哈，丢3套。哎，对。因为器材大家要轮流做哦，哈，不要紧张哈。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组出一个打气筒哦，哈。那其实你组完以后，你知道就知道打气筒里面的结构了。打气筒要做什么事情呢？要把气体从一端抽进来，然后叫它很乖的从另外一端跑出去，哦，就是打气筒啊。哦，从一端跑进来，从另外一端跑出去，那就是打气筒。所以你需要一支针筒，你也需要用到蓝色的开关，然后黄色的开关一定要2个，那你要接的时候要用塑胶管接。你用不到了，你们是2点到几点？4点。成功 的小朋友，大朋友都可以，就举手，然后朱老师会去发苹果气球。那苹果气球是礼物哦，成功的话你就示范一次给我看，就发奖品给你。那你要先举手哦，加油！你有自己的气Thank you.
好，太棒了，来，我看看你怎么做的。哦，太聪明了啊！哎、欸，上来，上来。对，这老师，这老师要发奖品。来，我分享一下啊，我们注意看一下，你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可以吗？解释一下怎么做。你跟我们所有的为什么这样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气球器不会跑掉？因为这边是，如果这边弄反的话，它拉的时候是这边吸不到气，所以就把它反装。对，所以气就从这里进来的，所以拉的时候气就进来了。对，就进来了。嗯，好、哦，就进来，然后再来呢？然后推的话，它这边气就跑不出去，然后这边就从这边这样子。所以推的时候气就跑到这里来。对啊。好、哦，那拉的时候一样，这边气跑不进来，因为这个是单向。对。好、哦，所以就用一个三通来连接前后，然后一个指右左边的指令滑让气进来，右边的指令滑让气进去，然后把气球套在气球上面，太厉害了。好，我们鼓掌一下好不好？好。你自己选一个颜色，你要什么颜色？啊，左边粉色，你看。但他就是啊，你用你的答案，你用你的答案，他也要选，他也要来吧。那我们来抽了。啊？你抽好了、哦，在哪里？这个、哦，好，来，这里你这个。好，自己领一个，我自己领一个。好，你领一个，你领一个。另外这边有一套是我专门请实验室的伙伴哦，然后请实验室的伙伴，然后服务一下，然后替你们采购元件。那这个是元件的价钱，还有小包的价钱哦。如果你们有需要，你们可以来前面拿。
那那个跟我实验室，哎，好，你怎么，你不是做好了吗？你还在领一个，还是给我看你做好的？给你看做好了。啊，很好，太棒了。气球是，哎，是你拿，这个是，哎，是你拿的。好，如果你要那个，哎，材料的资讯，你可以来这边拿回去哈。那个，哎，拿零件的会比拿整套的比较有用哦。你怎么抠的？哎，对。你这个要塞进去。要塞进去。有一个是整套，有一个是小包的哈。为什么要再拿一个？好，我们要结束了哈。我们这个活动要告一段落了哈，这个没拿。好，那现在请大家配合一下，把那个刚刚的那个公共的用具把它装回袋子里面去啊，就是两条胶管还有两个黄色的开关，把它放到袋子里面去啊。哦，黄色的指令滑还有两条胶管，把它放到袋子里面去啊。然后传到大哥哥那里去。差不多了哦。哎，小朋友，你要把你的黄色开关拿起来。那个要吹的就好了。好，请回去了。没有没有，晚一点你们来。我再给他看个影片。好。不能就不做。好，最精彩的来了哈。来。哎，我刚才在打气球，对不对？对。哎，现在要从气球要学到好多东西哦，所以现在请大家静下来一下。然后气球最好不要发出声音，因为气球磨的时候会发出声音的。好，好，那自己的东西要收好哈。那个，哎，很难得这样的一个材料哈，那个材料可以做很多实验啊。好，现在我们邀请大家回去看，哎，那个投影幕啊，投影幕啊，好。荧幕不是，那个投影片。好，我现在要用很简单的投影片告诉你们，就是跟大家讨论我们刚才做的东西。好，那小朋友要先安静下来哦。好，先安静下来。那个，对，好，那现在我们看下去了哈。好，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导气筒啊，
你注意看看我们生活上的东西哈，你赶快看哈，这个是一个化妆水的开关，这个开关本来要考给大家考试的哈，但是它最容易，它只要那个，有一个开关一按，然后你抖一抖水就出来了哈，所以刚才把你的针筒加上一个三通，它就可以取代这个开关了，这是第一个哈。好，那我们从这里开始哈。好，这个是，家里有两小鸟的，让小鸟喝水的一个道具。那你用针筒也可以模拟出来哦，所以我们生活上利用气压，或是利用指逆滑，利用三通，在做成的装置，那你的针筒都可以组成它啊。好，那这个是小鸟喝水器哈，那个你喝完水以后，那这个水就会水面就这里喝水以后，这个水会流下来，就会流下来，但是它不会全部都流下来，因为气压的关系啊，所以它会维持一定的高度啊。好，那你用针筒就可以做到啊。好，再来打气筒，让气体进来出气啊，那就是你的打气筒。现在开始要跳了哈，注意听哈，注意看哦。如果我们让管子里面的不是气，是什么？是水，它变成什么东西？水球。它变成什么东西？变成很多东西。你在家里洗发精不是要压什么？压洗发精出来吗？不是要把水伸出来吗？所以刚才你的打气筒的一条进气气的那个管子伸到哪里去？伸到水杯里面去的话，它就变成什么？变成你的洗衣机的盖子，这样可以吗？所以你回去把洗衣机的盖子拔起来，用完拔起来之后，你甩一甩，里面会有两个止逆瓦或是一个。那最容易做的，因为它是垂直，所以是用钢珠补助洞。好，那我们朱老师这边最厉害的啊，那个止逆瓦，你就可以抽水抽出来啊。好，现在再换成你的水枪，你的水枪。如果把你那个水枪是刚才你的打气筒，那一边要出水，一边把它放到哪里？放到你的保特瓶，管子长一点，放到保特瓶，那你就可以连续一次出水，好，可以一次出水，连续一次出水啊。好，现在你在图上面看到是喷尿器，这个喷尿器哈，这个喷尿器是把刚才那个装置再加另外一个装置，再加一个三通，那你调整三通，你就可以灌气。灌一灌哈，那个密闭的瓶子里面气压大的时候，你把它开关转到那里，那水就是怎样就喷出来了。这是喷尿器，我们在家里用得到啊。家里用得到是什么？是浇花的，有没有一种浇花的？先打气，然后再浇花，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东西啊。所以你会到处看得到啊，会到处看得到。我现在，等一下播一个影片啊，然后我再回到这个画面，是今天用的东西。那很抱歉啊，这是一组，这一组其实只是多了那个黄色的，还有一两个胶管，那大概这个是一组。然后，另外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小包，用的是这个小包，小包就可以做很多实验的，大概是这样。然后加上黄色的，因为黄色的比较贵，所以加上黄色的零件就贵很多了，如果，你今天拿回去的东西已经够用了，如果老师你要用，你要自己买的话，你可以来问我们，我会告诉你。如果你要买零件，你这边有单子，大概就是这样单子，你需要你就拿去，就打电话。可是很远啊，你要自己付邮费，邮费就是他到邮局去寄的时候，我们是那个老师到邮局去寄的时候，他要另外加邮费。那这样我再说明一次哈，这样的价钱。比你自己到店里面去买零售的还要便宜，因为他们拿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要大量拿，所以他，你给你的价钱还比那个便宜啊。这个是，你要用到啊。如果你用到，你要用到，第一个鼓励你们自己去买，如果没有的话，你需要服务的话，你再来这边拿资料，那不一定要拿。我现在，要最后要放一套影片给大家看哦，这个影片是用刚才那个三通做的啊，糟糕，我有点老花眼。
对，退出来，然后那个别人来的档案里面有一个影片，退不出来。好，可以。哎、欸，有没有有一个针筒教学试用影片还是什么东西？有没有？针筒教学试用影片。针筒教学试用。哦，对，好，这个，这个是在屏东很那个台湾的南靖哈，那个地方叫牡丹，大家弯到在恒春还要南边，恒春过去还要大概50分钟哈、哦。那他们小学生在做，这个是利用大的针筒啊，然后再做一个大气压可以挂住一个人，好、哦，我们叫千斤挂。然后这个针筒要抽的时候哈、哦，抽气它就会拉上来。那我们那个抽气就是用针筒，刚才你们做的那一套东西抽气了。那小朋友就把那个抽气的针筒换小一点，他用力气很小的力气，他就可以抽得到。那大朋友就换大一点，他就可以抽得快啊。那这个是一样的东西，在高雄的高中，给高中的同学在做活动用的啊。那这个高中是奉新高中，他们在做培训啊，那个气球。啊，现在正在抽气啊，现在正在抽气。还有人救起来。所以以前的老师，以前的中学老师、小学老师，很多人就知道针筒可以做很多事情。那现在针筒加上蓝色的开关，加上黄色的开关以后，它能做的事情变得很多很多啊，非常非常多啊。啊，这个是利用针筒在测量大气压力，好，就是把它关起来推到，然后下面挂东西。然后挂东西挂到它动的时候，那个重量除以面积就是大气压，好，就可以测量大气压，好，大概一下下哈，啊，那个是我们实验室的老师，那个是唐老鸭老师哈，啊，像不像？因为他姓唐啊，他长得有点像唐老鸭，又瘦瘦的。我就顺便介绍一下实验室。他是国中的老师，然后他很喜欢自己发展教具，做教具跟教材，然后所以他就到实验室来，然后他家里哈有钻床，有技床，然后有很多很多材料，所以实验室如果要做什么东西哈，他一听完以后啊，他说我来，他下个礼拜他就做出来啊，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就是他做的，这是两节的机械臂，啊，这是两节的机械臂啊。啊，只是没有把它装上轮子了，因为我们只在做上面的部分哈。大家利用刚才那些零件，然后组成一个地压可以控制机械臂的。哦，很多机器都是这样控制的哈。那小朋友玩机器人的时候，只知道按键，不知道里面的构造。那这样的装置，它就知道里面的构造。好，你就是用开关把它转到我要控制这一节还是控制这一节，然后再把方向改一下，然后它水就进来就出气，然后就用力压就推动哈。好，我们一边看一边想一想哈，就刚才的比例器就是这个装置的最基本的装置啊。那比例器那个装置哦，最容易用在哪里？用在爸爸的车子，你回忆一下哈。如果你有去注意保养的时候，换车子在换刹车油的时候要怎么换？要把刹车油开关打开，让它流出来。流出来要装刹车油的时候，不能把底下关住哦，要从上面灌，然后一直灌一直灌。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一直灌啊？因为怕里面有什么东西，有空气，因为空气可以压缩，但是水地底它比较不容易压缩啊。还有空气的时候，你会刹车会踩空，好，那这个就是利用这样的道理在控制这个机械臂的。好，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哈，大概都到这里为止哦哈。那不晓得大朋友、小朋友有没有人有问题？好啊，我们今天从很简单的针筒，还有三通，然后就做了很多实验啊。一开始做了物的实验，然后接下来利用针筒和三通里面的气压改变。做了好几个实验，包括把水烧开，然后再来，我们就拿针筒拿来做什么？做打气用，
然后做了一个打气机啊。那我们也讲到它可以变出很多很多东西啊，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真空实验饱和啊。那你信不信啊？你放到你的小孩的手上，它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好，如果他对每一个元件都了解，他就土来土去就做很多。不过他们第一个做一定先做水箱啊，那绝对的哈，你要忍受他啊。好，如果没有问题，我就交给朱教授了哈，谢谢大家哈。有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要那个致赠我们科教中心的这个感谢状给我们周老师，因为今天实在是很精彩，再加上大家东西都可以带回家继续做实验，对不对？我先问一下，回家你会继续拿这套小小的仪器设备做实验的朋友举手？哦，连大朋友都举手了，实在是太成功了。因为要打水枪，对不对？对，打水枪要注意安全啊！来，先再借大家手一下，帮我鼓掌，我们谢谢我们周老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对对对对对，看镜头，看镜头，看镜头。